Hello，我又回来啦。今天就做一个小青蛙，我做我自己，面粉，酵母，醒发半个小时。咏春叶问。想染成绿色，怎么有点像天蓝色呀？这个颜色，可能是我色素加少了。我怕色素加多了，吃了会死掉。再醒发半个小时。白的搓成眼睛，粉色的搓成腮红，粘上眼睛和腮红。在我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之下，青蛙已经完成了一半了。没有买裱花袋，用油纸做了一个。Nice，嘿，看起来有点可爱，简简单单的就做好了这么可爱的小青蛙。啊？不对劲啊，有点不对劲啊。可爱就完事了，吃一口，好吃。青蛙。